这家的这些菜的话呢，相对要便宜一点，也要合理一点。这有肉，那个不贵嘛？那个又是鸡肉。你说你一辈子活那么久，遇这个危险，你说你是活大亏了呀？请问这辆车是不是西长江的？你就看那个车来了过后，你就找点兵去搞。你不能说车来了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我要发。